王大兄弟，您放心，我即马所有的财产拢已经摕回来，只要您摕出证据，我绝对连本带利行您。走，行。王大兄，开门啦！ 真要去啊！我若真正做鬼，一定拖你去做伴。你莫安尼吓惊我。袂啦，袂甲你吓惊，请你来遮，就是准备要甲你阿兄请安啦。 会向你阿兄，会爱你的性命。我早知影会安尼，我绝对会靠近伊。我全金南北早知影，即句话听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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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你别跟对我来遐下毒手啦，拜托。我死，我叫你无命。你着保庇甲巴结，啊啦，伊真正会死无。 大分的摆这个位置，然后在上面会告诉你上面要什么精油，然后摆在第几格这样子，所以你待会把这个东西全部整理一次。谢谢。老麦，你有看到无？我得讲小麦是福星啦，咱这间分店吼，位置坐镇，生意比任何一间分店搁较好，搁较有人气。 那有，妈，迄是你搞经营，所以我们家分店一间开过一间。啊，你有啊，囝吼，免互相包啦，拢真厉害哦。好啦，我去无闲啊。嗯，好，你去。董事长，有位杨建志先生要找麦经理。 建志，你真正是阴魂不散。啊啊！我是诚心诚意专工来找小麦。你已经是有太太的人呢，你来找阮小麦要从啥？建志啊，我拜托你。 起码阮一家伙也过甲真好，莫来遮找茬啦。阿伯，唔管你安怎骂我，安怎怪我，拢袂要紧，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。
啊，不过敢若求你阁会用给我一摆机会。即马我对天爷借钱已经结束啊，也是我开始对上麦付出的时阵啊。只要你和我两个见面哦，我一定回过幸福的日子。已经上万啦，无一个查某人会当忍受你这种做法。你想我赶紧回去台湾，我是无可能和你甲上麦见面的。走啦！阿姆，你啥物甲咱拆散？是我求你好吗？是我爱求你啦，我求你回去好好陪恁太太，莫甲我查某囝哥哥离啦。老麦，哎呦，上客。是是，哎，阿伯，你走啦。阿伯，坚持啊，是你家己判你家己死刑的咯。当初是你有足多机会，应该小麦好好啊，行两地摊的，你家己放弃吧。即摆来吃公家的吼，都全毁毁啊。阿伯，敢讲你敢袂？都算讲我有心了，你帮忙吼。我无会打，对对对，恁阿点头啦？老麦，哟，你紧走，你紧走，拜托你紧走。哦，你若唔到，电话都有代志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阿伯，无，你帮我这礼物，啊，我这个名片交小麦，我带你这间饭店，伊叫有闲来找我，我等你。我是无可能替你传话啦。这个礼物你摕回去，囝啦，我等你不说啦，叫人甲拼掉。啊，无，这张名片再麻烦你帮我交小麦。我走。走走走走走走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件代志不要让小麦知影，有听无？我无睬你啦。三块我放你家呢，应该是一两顿来过。这是我妈的手指呢。喂，帅哥，你好。哎嘞。你哪会知影阮在恁家啊？我知代志真多，我阁知影你伫找恁小妹。哎呀，是你北去。当然啦，我无想这么好胆，敢惹你小妹啊？你到底想要安怎？真简单，把你去阮爸遐摕去文件摕出来，我就放伊转去。来来。阿爷放倒来，大家阁会当参详。阿若无恁爸爸死去啊，凭你一个人根本就无法度来对付我。我甲你苦劝啊，莫用头满气火。我甲你讲啊，既然阮爸已经死啊，我嘛无啥物好惊。我即摆是一个无名之徒，你上好乖乖啊，照我意思去做。阿若无。我著甲爱华做回事。你爱华安怎做？明仔下晡两点，地点我甲通知你。刚把请的物件传好，炸来。我著害你一个活跳跳的小妹。等者，我要甲爱华讲话。应该。叫你阿兄乖乖听话，你若敢讲。阮爸去活嘞，我随叫人替你办手术。阿爷，你竟然救我啦！不管伊在啥，你千万都要答应，阿若无我就……喂，喂，喂！安怎？阿人把电话切断了。我平安，暂时无问题啦。
恁的代志是毋是通知雷公大，大家做想办法。免啦，因即摆别个人去食药啊，我想哦，我才是因的目标啦，无需要甲雷公哦拖落水，咱等下好好研究一下，看要安怎应付这局。 A人也不是戆人啊啦，伊真无敢那走出去呢，因哪有可能走出外口乱乱踅啦？即阵若要找伊吼，真恶的啦。等下换有咱找人，等下陪我找人，莫管我找人。你的电话？唔是我。哎呦，啊我的电话啥唔是安尼啦？我的嘛。海仔，你阿小心点。 喂，好，我在。还是向他的啦。无，是朋友啊。哦，我想讲是党的哦，恁问讲咱找着人未？ 麦克爱我替伊掠草哥甲佩奇，我到底爱用什么方法？还是咧想啥啦？哦，无啦无啦。哎，阿德，找几啊工啊呢？足忝的，来上阵。在温暖的哦。唔是啦，即马山顶有一间吼六星级的温泉饭店哦，听讲去过的人拢赞，要来试一下。温泉饭店。 这种病，你敢会去嫌我？我若是去嫌你，哪会跟你做伙？从来不有人参照你遐尔爱我，都是我嫁予星子，迄个婚姻我是我强求来，星子伊并无爱我，我伫你遮有享受着，互人爱的幸福。 所在，咱两个人平平静静的过好半世人。
来跟我再三能处理了后，咱就离开好吧。迄个 party， 迄个对外国派来少年总裁对你真欣赏。人伊讲吼，因为今日你要去，伊才要去。啊，你若无去，毋是足失礼。妈，我就讲我无兴趣啊。小麦啊，啊，毋是要甲你做媒人啊？出去行行嘛，做好啊，结交一下朋友嘛，吼。你哦来北京了，拢无出去行行，遐会得自闭症，我讲。我的朋友真多，即个老顾开始话讲，拢是我的朋友啊。恁两一点要烦恼，好不？你连交男朋友的机会你拢放弃，按算做老公无？你搁讲你是要跳做媒人，根本就是要赶紧把我销出去。你条件遐尼好，加交几个男朋友，互因去自由竞争，这嘛是应该啊。遐我拢无介意啦。莫跟我啰嗦遐尼多，行，等下晚上。妈。既然小麦无想要去哦，莫勉强啦。后盖若有机会，搁介绍互因识识就好啊。咱两个过啦吼，咱两个都应该是郎才女貌啊。想看你郎才女貌，我跟你讲哦，小妹嫁不出去，你家己负责。好啦，腰啊，平时有吃的吼，带来去啊。嗯，妈妈拜拜。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呢见面不相识。男女朋友是要靠缘分的呢，不是靠情差。今仔就讲我穿啊真 lady， 啊无伊嘛是交无男朋友啊。我嘛是一个正正当当的上班族，我逐天真认真伫个外商公司上班。我开始摆这机会，不是要和恁来吊牌子。甲伊讲，你是一个银行董事长，你也要嫁死人哦，找你的员工就好啊啦。你不是全台湾来头家呢，假装忧郁，做作。参加迄种 party， 唔只系拄到杨建志，了后才叫伊食狗狗，一边我就知影疼。先生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吗？小麦，小麦，小麦，建志，你当时来北京？我拄则来，我伫你店外口拢无走。总算我见到你啊！恁妈敢无甲你讲？无希望咱两做伙，哪可能甲你讲？小麦，我看到迄个风铃，我知你有咧等我。小麦，我无想要阁失去你啊！婷婷的病，让我体会到人生无常。今是以后的，明年以后，硬讲的，你讲我是要搁失去谁？我无想要搁失去我心爱的人。小麦，即马咱已经完成帮助婷婷的进步了，那安尼，咱已经等于属于咱的人生啊。
婷婷，婷婷肯哦，进来找你。啊，若无，就算阮身体好完啊，你嘛别原谅家己的。最近，咱的心情拢起了足大的变化。这种变化，不是一句回头就当消掉。我像恁爹嘛同款，咱无可能用以前的心情来斗阵来讲事。无对，我即马看你的眼光，甲以前拢完全无同款。以前是爱你，啊，搁甲你做伙时阵真快乐。即马是除了爱你。还够尊敬，还够疼惜。小麦，你跟我回去台北，好，咱两个重新开始好无？无难得，咱两个做朋友较适合。小麦，建志，我真正爱你爱到出忝的，我拜托你离开我好无？我嘛请你祝福我，一定找到一个新的对象。以后，我爱迄个人。敢爱百分之五十，安尼，我就当保持阮家个性，无亲像当初是爱你百分之百同款，失去了我真侪家己的完整，爱到这尼啊无重要。这不是理由，我无接受这种分开的理由。够无头神嘞，明天可能都还袂记。杨建志，你是过来创啥？我不是讲叫你莫过来找阮小麦啊。妈，建志下晡有人也无甲我讲。你不是要跟伊断绝关系？那对我跟你讲，杨建志，请。啊，请你莫来做动作。你讲来讲去就是咧鬼故话啦，是不是男人啊你？走啦，走啦，走。小麦。小麦，你俩要搁甲伊见面啦？我甲你讲，杨建志迄个人吼，上老花言巧语。伊知影讲啥物话，让查某囡仔感动。你是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呢。小麦啊，你对伊以后绝对袂用搁再啰嚷啊！啊，若无，你绝对无好日子过的。恁两个人根本都无听到讲我伫讲啥，就去替我烦恼，安尼敢对？无，恁两个拄仔是伫讲啥？伫讲分开的代志。恁两个要分开？对，我今日莫搁来找我，我袂甲伊转去台湾，我想要伫迄家重新开始。听安尼讲哦，杨建志敢会接受？话都还袂讲了，人让恁赶出去啊！小麦，老麦，这是最后一摆哦！你若是搁杨建志打入来这间店，我连你做伙赶。人唔是我放入来，你我唔管。非得小麦若无顾好，你这个老爸留在这一点意义都无。桂玲啊，喂！当我是去抓着鬼啊！要得，亲像公安同款嘛，我逐天徛在门口够好啦。小夏，超哥，坐，我敬你。这段时间哦。望您看心甲照顾啦，超哥哦，真正教我真侪社会事啦。我若是较早是来超哥就好啊。超哥，来，新娘，坐。叶阿德，我听讲较早你伫雷公遐无收到栽培，实在真可惜。做千万唔通来讲，其实阮党啊，牵真侪人才啦，我只有咧拼乌的份啦。而且过去吼，是我伤过强哦，唔知天地有几金重。才会一直不好想要抢功劳啦。
啊，不过自我对超哥了，我看超哥咧处理代志的手腕哦，敢袂共哦。我才知影过去哦，我真正是毋捌代志。我看你虽然是真笑死，但若真讲心肝阁有够强，无亲像超哥，生做乌黄面，看起来也是真歹，其实是真好讲话啦。下骹手人若是望清伊的个性，都管袂掉啊。啊，这点都要靠你斗注意啊。素华，你看我想会起啊啦。其实哦，真正会当甲超哥斗三工的，是你这水果鲜花大嫂啦。我伫边啊，互恁找家就好啊啦。啊，超哥，啊你有带素华去度假未？这段时间哦，先是无闲对付麦克贝阿囝啦，啊，煞来阁无闲处理地盘的代志，伊甲素华拢无好啊，商量一下吼。素华是美女哦，美女是上需要查甫人疼的，你袂当安尼哦，拢无顾人的感受哦。有听到无？人阿德拢想会到阿丽啦。白痴，白痴。呀，超哥，素华。这是我一点的心意。这间饭店上好的房间，我已经替您订好啊。就准讲超哥哦，暂时我都带嫂啊出国佚佗，上无嘛享受一下咱国内上好饭店的服务。嗯，超哥。阿德，你实在是真有心啊，超哥，这个少年啊，会看你啦。阿德，多谢。超哥，慢点，来来，我给你，我给你了。来，来，行行行，坐，来。庆小姐，庆小啥？庆小 Michael， 和咱联手待在海底。已经庆小几啊摆啊呢？这种代志，都算庆小一百摆，也袂嫌少啊。这些人，到今麦也袂找着，是有一点啊遗憾。白痴，艾伦是无辜的啦，做人莫想绝啦，替伊留一个后路。你就是这点哦，让人袂欣赏啦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该杀就爱杀。你的心肝这尔啊软弱，以后一定让人吃你够够。唔免等到以后啦，我即马就已经让你吃够够。应该是你想要跟我吃萝卜了。真正是路边的流汤，像这种查某这么嚣，早晚是伫眠床顶。当初我想过大意，相信伊会对我失忠，唔才让伊有机会生我巴肚边。
到即马两个人，你也逍遥了条。你要唔知我苦了好准备要甲带个。爸，我告诉有点时间要到啊，要紧准备哦。别人，这个好好表演好好看。我袂让你失望的，有机会必有机会啊。是咧紧张啥啦？阿麦骨都已经死啊！吓人！我想起的时阵哦，艾伦一定会想到咱会来遮找伊啦。伊袂戆家，搁咪伫个遮啦。真歹讲，上危险所在就是上安全啦。啊，可怜哦，遮尼大间的厝，囥伫遮饲肉。当初叫麦克签字的时阵，哪会袂记这间厝啊？我是感觉怪怪，安尼辛苦应该无啥物钱，伊无转来遮，是会避去倒位？雷公那边是有兄弟在查，嘛不知查了安怎？别想遐济啦，安尼唔敢转来上好，这间厝都话咱来甲接收啊。各位好，健身工，本来啊，我搁替伊真欢喜，想袂到伊会安尼对待我，我是也对伊足失望。即马是参军路行，为着要保命，啥物代志嘛做出。其实迄人本性袂歹啊，只是出事毋着家庭啊。喂，拜托，千万对待伊啦。放心啦，我这个钱的领住啦。枪神，枪神啊，枪神！你若真正像恁主人讲遐个灵巧，拜托，你一定爱保庇，保庇恁主人会当平平安安家己我救得。哎，来啦，无烦恼这啦，我是平安哦，甲阿幺救转来啊。等代志结束了吼。我甲安排三度蜜月，好好啊做人呢。等我们最近吼挂战久，抓当天真正常啦。好啦，卖来我别乱想啦。我再讲哦，我并不要去啊，没有代志啦。是啦，爹，我不要过去，要对阿仁，跟我一起告告。注意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卖再讲啊。阿斌啊，时间差不多，咱来走。我带你去。我嘛要去，无安尼啦，这船是去救人，唔是去游览。我伫迄个手套，无得靠我去啊，伊的手下留情。妞妞，伊若想带点情分，特别干妈掠去啊。乖乖听规话，到南厝等消息。好啦好啦，你嘛同款啦，后日找麦来走啦吼。啊！你若无我弟，今仔我也无爱出门。你来去，我顶多费精神甲你照顾咧。哎，这我敢怎顾的哦？哎，你多嘴，你嘛少探听一下。第一五六届，我外行人去配面，查甫人嘛是会出来等的。哎呦，搁再讲啦，咱阿斌会保护妞妞安全啦，袂甲你顶下半手啊。哎呦，怪不怪？你若无阿弟，今仔下楼唔准出门。
工厂的地契文件，还佮有支票，拢摕来给我。阿妹啦，来打我。连你小妹命都烧掉啊！变鬼变怪，我都唔相信你袂出现。艾伦，你会用行路啊？你真失望哦！你哪讲真话啦？我骂人嘞！这无你的代志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根本就不是我实在 Alan 会做的代志啊！你实在迄个 Alan 回来台湾，都已经予恁害死。Alan 有代志，大家好好参详啊！只要你敢把我放出来，我保证，我阿姑绝对袂去伤害你。水哥，大姐什么情形啊？你俩准找妞妞来搞保庇金牌，我就无电话放人哦。妞妞。无煞介啰嗦啦，就算伊即马会当有人去遐行路，我同款是只将死。我唔是斗水果的，物件紧摕来。你是毋捌规矩心？把人带来。快！